昨天下午，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举行演说会，13名一线青年干警依照各自职能，从不同角度以演讲的方式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。演说会以回应人民期待、守护人民安宁和不负人民信任三个主题展开，由多个部门的检察官结合司法工作上台演讲，分享如何将检察工作落到实处，有效服务人民。